我是陈炳，1971年出生于陈家沟，是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人。太极生两仪，阴阳互为根，刚柔并济，动静相宜，融于武术，成为太极拳。慢就是快，柔即是刚，急缓相间，意气形神逐渐圆融一体，最终实现身心合一，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。